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服用脑健能够提高脑筋的灵活性，增强记忆力及视力，活化脑细胞，延缓长者的记忆力，舒缓情绪紧张，提升观察力及敏感度。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继续翻嚟啊！咁啊，象牙主要都系我讲啦。咁样咧就哇，做两次真系好快，仲可以讲啊！未好耐未试过讲得咁流利。早几日睇新闻咧，话非洲啦，即系非洲包括好多国家噶嘛。黑麦隆嗰啲唔知有冇大象？佢话一年啊，俾嗰啲非法嗰啲捕猎者。殺了30,000多隻那些大象，我就不知道有沒有記錯啊，看看不知道有沒有說錯，他都很厲害，很厲害，30,000多隻是那時候說，喂，大象是懷胎懷20個月的，有牌才生到一隻，是啊，大哥，所以就初初佢话禁运嗰阵时咧，啲人问我，叫我去游得去港督府嗰度请愿俾翻你老母噶嘛？冇，我话人哋大笨象喺个森林行下行下，咪系咯？你因咩事？人睇到游游荡荡，你一枪打瓜佢咧，唔做咪算咯？吓，几唔闲啫？为咗搵食唔使咁样嘅，做好多行都可以搵到食嘅。咁啊冇做啦。咁啊再分，其实咧再细分咧，好似我哋做嗱，我哋做杂石咁啊，做玉器咁啊。好多人咧就唔系专挑一科嘅，我识挑观音，我挑佛，挑埋十八罗汉，好多挑埋嘅。但系做象牙就唔系，有啲师傅咧，佢一生人净系做十八罗汉嘅啫。即系好似你嗰阵时嗰啲咩陀七啊，嗰啲唔系陀七，佢七神。七神，日本嘅七神，我哋中国八仙，日本嘅七神，有啲专做噶嘛。系，呢啲后期啊。我最早的前輩即是我們這批人學師那班那時候的學師的時候呢，還是未興挑日本的挑客的時候呢，還是挑那些我們中國的花女美女啊，挑這些東西的時候呢，因為那時候我們不是做日本的市場不是那麼厲害，很多都是法國啊，做歐洲啊，美國啊這樣。咁後來知道日本仔原來咁中意象牙嘅，咁啊於是乎要打入去日本仔嘅市場啦。於是乎就做日本仔嘅挑客，我哋買日本仔一套七神翻嚟，買日本仔嘅一套嗰啲著住和服嘅美女翻嚟，買日本嘅武士翻嚟，買日本嘅乜翻嚟，然之後用挑客機將佢嘅模型做出嚟，跟住照住佢我哋再挑。咁我哋如果細分咧嚇，做象牙咧，真係分唔掂噶。象牙球係一科嚟噶。咩象牙球？我就見過人挑，但係即係開咗個帽，未睇佢點樣挑完嘅。即係我就係做挑客啦。我同你做，但係我睇極都唔明，諗極都唔清咗佢點樣挑通佢嘅。點樣挑通佢嘅咧？嗱，其實咧嚇，老實講嚇，我都冇見過。因为那阵时咧都唔系任何人去俾你睇嘅，其实可能系好简单，系其实佢知道个道理之后咧，吓乜咁嘅咋，咁嘅啫噃，咁点解咧？就有我有个好朋友嘅细佬，咁嗰个好朋友就去咗美国啦，佢个细全家人10几10个走晒，剩翻佢，因为佢过咗18岁，走唔到，咁啊要迟啲先至申请到佢过去，咁佢喺香港打工咧，做间贸易公司。咁佢咧就需要做一啲禮品去美國嘅，就訂一啲象牙球翻，象牙球。佢問我冇得介紹佢，我有，我問。咁啊介紹咗佢上個台做生意啊，咁啊自然會睇到人哋嗰啲
去人哋工場俾你入去睇嗰啲板啲嘢點樣做啦嚇。仲有一個舊陣時嘅一蚊銀咁大嗰張瓦球，幾多層嘅係咪緊咗？幾層嘅啫，係幾層嘅啫，好粗糙嘅。同埋嗰啲價錢咧，你係唔相信咁平嘅，因為嗰啲功夫其實就好簡單嘅。咁點解會做到三十幾層係國寶級咧？三十幾層係國寶級，唔係香港做嘅。香港做九層十層已經好巴閉好叻噶。國寶級咧，嗰啲講緊做一個象牙球咧，一年你未必做得起。嗱，我哋講下個原理俾大家聽啊，原理。我哋首先用車床車咗個波出嚟，球形啦。跟住用三角幾何，三角幾何呢個當呢個波，呢一度點一點，距離幾多點一點，咁樣距離幾多點一點，係不停咁樣三角形、三角形、三角形乜點一點點點點點點曬呢一個所有嘅點同點嘅距離係完全一樣嘅。咁就開始埋車床啦，埋車床呢個吸碎佢，咬住佢，向住你點住嗰個窿，用轉嘴轉入去。那個轉嘴一定係頭前邊尖定後邊闊，圓錐形。咁佢最上面嗰一層咪闊咯，嗯，一路一路咁樣收窄入去啊嘛，係咪啊？咁點樣挑通佢咧？其實佢咧就每一個圈同圈中間有一個距離，咁於是乎咧，你就落一支針落去。呢边咁样挖唔通噶，咁你但系呢一个窿咧，再咁样挖咧，就窿同窿之间俾你挖通咗。咁、那个三角几何咧，就俾你一路咁样挖通佢。佢而家佢嘅象牙球每一层仲要系咁挑刻，有嘢挑喺度先。其实佢唔系真系挑噶，佢好似放一个一顶住佢。你只要呢边，例如摆只筷子去，一顶住佢，所有层层都唔喐噶啦。咁你擺喺度咧，就自然落針。佢其實最主要咧，係每一層裏邊一格格俾你見到係全部細窿仔嘅，冇乜挑花嘅，係全部主要係細窿仔，係不停咁樣篤穿佢，篤穿佢，篤穿佢。感覺係圖案咯。係啊，不停咁樣篤穿佢。咁點解話國寶級可以咁犀利咧？因為佢三十幾層，只要其中有一層裂咗、爆咗。咁呢一個象牙球就失敗咗啦，係啊，就失敗咗啦。佢哋嘅做法咧，一樣係好，一樣係咁樣，好似車床咁樣，但係就唔同我哋咧，就開行曬機，啫咁樣啄落去，係用好慢嘅踩嘅方法。跟住我希望各位咧就嗱，曾經見過人哋挑象牙，唔係挑麻雀。最舊式嘅麻雀挑個銅子係點樣嘅？吸咯，係咪啊？唔係，揸住一條繩，上面有啲棍。拉到嗰条绳系啦，拉落去嘅。咁、哦、旧式嘅象牙球嗰啲窿咧，就系咁样拉落去嘅，好慢嘅转得，这慢慢咁样落嘅，先至令到佢唔会逼爆佢，因为冇嗰个压迫力啊，好柔咁样去打穿每一个窿，所以一年咧未必做到一个嘅。同埋嗰个人咧要真系全副精力系放晒落去，不能做错。即系会唔会话好多件先系可以？一件製成做到一件製成品啊！咁啊唔知喎。嗱，第一佢卅幾嘅，即係如果你講得咁難嘅、嗯，我諗都會嘅，都唔會話件件成功。嗱，你而家咧，譬如我哋挑玉咁啊，所謂國寶級嘅，所謂好多嘅級數嘅，點解話唔夠象牙咁犀利咧？玉嘅硬度啊，各樣嘅好多嘢咧，硬啊，嚇硬度好多嘢咧，就係管制咗你做唔到象牙可以。好有勢，好有勢，因為佢唔單止用機，佢可以用挑刻刀慢慢批。即係好似話一粒米，整首唐詩，唐詩三百首都話得嘅。咁樣咧，佢哋嗰啲技術咧就象牙球國寶級，就梗係高得好犀利啦。咁另外有啲人咧，有啲嘢咧睇唔出嘅，譬如好似我哋咁，我識嗰啲以前嗰啲師傅啊，好老啊，我後生嘅時候佢已經好老啦。佢乜都唔做，净系做十八罗汉。佢除咗个样子用挑刻机挑之外咧，佢全身所有地方，包括佢抱住只狮子又好，狗又好，全部都系靠一把作一个锤，一个木锤夹住喺个大髀度，哔哩啵啦哔哩啵啦咁可以剥咗佢出嚟嘅。
咁啊，呢個就呢啲舊式嘅咧，即係佢快過用，快過你用機啊！因為你嗰個十八羅漢，你比舊料佢，佢係坐喺度嘅，就係坐喺度。嗰、那個姿勢一定係咁樣嘅，揸上手畫都唔使畫啊！唔使畫，一向住佢，一向你一攰落去就係，因為佢呢一世人淨係做呢十八羅漢嘅啫。你企喺度，呢十八個人嘅樣係點樣？八寸嘅，我已經知道點樣做嘅。我連畫佢就個頭幾大，個身膊頭有幾闊，唔使啊！夹住一个大髀度一坑，揸住个嘴，哔啦咁样批咗佢出嚟噶啦。嗱，呢一个系一种。咁啊，另外一种咧，专做关公啦，或者红娘玉武将啊，叫做、哦、男女都好啦吓，就做武将。咁啊，开个面相梗系好紧要啦。开个面相嗰个梗系大师傅，但系你唔好睇小做新嗰、那个，因为盔甲咧，啲人字盔甲，人字嘅盔甲啊。嗱，我哋以前咧，我哋挑武将咧，好多系舆论嚟嘅啫嘛。系啊，呢种系最低级嘅，系最低级嘅，最易做咯。嗯，咁啊，但系你做嗰个人字甲咧，个藤甲，我哋都识，系一个穿一个，一个穿一个，好似扣住扣住，系扣住扣住咁样，扣住咁噶嘛。人哋嗰个盔甲系用个凿凿出嚟嘅，整個盔甲突咗半邊出嚟，左文右武咁啊，左文右武咩啫？右手邊突咗個盔甲出嚟啦。有啲紅娘玉咁啊，佢就咁就綁住條筋嘅啫。系啊，古水金兵咁啊，綁住條筋嘅啫，全身上下包括大髀都係盔甲嚟嘅，就係揸住一把鑿。對靴都好似有嘅，係個靴兩邊。對靴都有嘅，好似。俾啲白啦，俾啲白，係快到你真係唔相信，唔係啩？係咁樣一擊一鑿。一叫咧，跟住咁样调翻转头，再一下咧，咁就出咗一个人字出嚟噶咯喎，好巴闭嘅。见到嗰人，好似我哋挑象牙咧，见到呢啲咧，但系咧你就唔使点样羡慕佢嘅。你功力咧，唔系啊，跳咗几，因为佢净系识做呢样嘢。咁我师傅系做咩嘅咧？我讲我师公啊，最出名。就是白馬，八隻馬。嗱，咁我哋中國好出名，有啲駿馬圖咪八隻馬嘅，喺度跑緊又好，耷低頭食草又好，只馬回頭，係啦，冇錯，只馬回頭啦，嚇！佢做嗰八隻馬，佢做嗰八隻馬咧，你又唔好以為佢全身肌肉嗰種八隻馬喎。全身肌肉嗰八隻嗰種馬咧，即係好現代化、好真實感嘅馬咧，即係而家嘅馬啦。係啦，呢種馬咧就廣東人、廣東公咧就好中意做呢種馬嘅，即係望出嚟好似真馬咁樣。但係冇藝術嗰種感覺喺入面。唔係喎，我哋嗰陣時講四十幾年前，我哋挑嗰種馬有肌肉噶嘛？啲肌肉好發達嘅喎。係啊。但是为什么说做象牙有一门叫做白马呢？即是我师父教做出来的，他们呢就好像你现在去我们中国的古庙站在门口的马一样，只只好像只猪一样。是啊，大肚腩啊。是啊，大肚腩。成日炖胎咁。圆碌碌的。你怎样做得到它圆滑？什么叫好呢？揸上的手。我师父教我。什么叫好？揸上手。冇一个角位系惨手嘅，包括你嗰啲呢啲毛系全部唔会飞出嚟嘅。嗯，我哋越飘得犀利，系一定系耷落，一定系耷落去嘅。揸上手系圆滑，唔会有个位顶住你嘅，会拮你嘅手嘅。嗱，呢一个咧就叫做做得好啦。咁啊，呢样嘢又好奇怪嘅。你识做嗰八只马做得好靓都好啦，你挑只狗都唔识挑出嚟。即系佢专科跳马，系啊，冇错啦。呢、這个就我师傅讲嘅。我哋师公咁叻咁出名挑嗰八只马，但系佢就挑唔嗰只狗出嚟，因为佢呢世人净系靠呢八只马已经足够揾食，佢只系想办法点样可以令到呢八只马系做得更好，再好啲啦。吓嗱，咁啊，一般挑黑咧就讲完啦。咁我哋又简单啲又讲下挑黑，当然有黑图章啦。一把刀两把刀就搞定了，简单到不得了。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见到一般我们象牙筷子上面挑个名
挑只龙凤，我哋送礼噶嘛，挑个名，挑个龙凤。仲有嘅喺一个光身嘅象牙上边挑幅山水画。黑画你嗰啲系啦，冇错啦。咁我喺做象牙嘅后期咧，我就自学学识咗黑画，冇师傅，冇人教你。因为你识画画啊嘛。因为我识画，同埋我要睇住人哋嗰幅山水画究竟系点样嘅？点解有啲地方要留白？点解山水斋山水咧系唔好睇？嗱，我可以同大家讲，无论你有钱去买幅国画都好，我希望如果大家买国画咧，因为呢啲系师傅教嘅，我自己亦都觉得系啊，呢啲各人嗰个艺术观感，喺一幅山水画，无论远景近景都好，如果你能够喺个山水里边揾到个人出嚟咧，呢幅先至系最好的山水画，无论那个人细到只蚁咁样。点解我哋留心睇山水画会睇到有个人戴住顶渔夫帽喺度撑紧艇仔嘅？佢呢一个其实画龙点睛嚟嘅，喺一个河上边有一近距离一棵大松树，一个好近嘅近画，跟住隔咗条河，对面系。一个远山景，点解要摆个人摆个艇仔出嚟咧？其实人同个艇仔就代表咗嗰条河有几阔，呢、這个山同嗰边个山距离有几多？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睇咧吓，即管用我呢种眼光去睇，咁啊今日短短地，就全部俾我讲晒，其实就未讲晒，有排都未讲晒。盡量簡短啲講埋佢嚇，咁 希望今集嗰啲標數不靈不靈，唔好早兩期咁，成個禮拜四五日啦，都係得嗰800几900，我真係想差啲電話都掟爛。好，今集三教九流都係最後一集，多謝各位，後會有期。女士嘅頭髮唔夠強韌，男士又有中年危機、地中海嘅煩惱。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